可爱的，第一次见这个东西蛮激动的，蛮兴奋的，挺耐人的，就天津话吧，就是很可爱，招人喜欢，很激动，大概是这么长。感觉就是来一次挺值的，来一次这就是能观察到我们国宝大熊猫，就是小时候也这么可爱，长大了也这么可爱。